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被迫成婚的呀。 那现在呢？你自己说的，让我这几日安分一些，等你开服，就把我送回家。你就是我东家，我就是你伙计，哪有伙计喜欢东家的呀？你还是讨厌我？我从来都不讨厌你。 不讨厌的话，可否有那么一点，一点点喜欢？我不太清楚。